到这个到观音堂去，看到一个同修带着几个新的同修在插花，插花是用这个白色的纸，在插的像花篮一样、花瓣一样，用白色的纸，这个大家都如理不如好吧？那当然不好了，插花插白色的纸，这个不好的，说明他们买的花有问题，或者他们的心有问题。哦，那这个，这个同学对，这个教的同学是每天在买花，每天在观音堂请假请花。麻烦了，麻烦了，他一定请的花已经被人家用过了。哎、嗯、呦，我告诉你，他拿同学的钱去买这种花，他已经有他犯已经犯那个敛财了，他会死掉的。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两种情况人会死掉的。学心灵法门的人，如果你第一敛财出菩萨身上的血，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死掉，或者有牢狱之灾、血光之灾。还有一种嘛，就是要还有一种嘛，就是邪淫。那请说这个，请说开始这个这个就是教大家查看这个人同学外面多少礼佛，还是那个这个新的同学他们那个学插花的外面多少礼佛呢？学什么插花？插什么花？不要搞了，就请花来嘛就好了，还插花了，又搞生意了。对，没搞生意，就是在梦中他在教大家在插花，教两个。那好了，那事实上现实当中他是买花的呀，观音堂里边。对对对对对。还要讲啊，敛财了。嗯，那人说人家开始他们要修炼多少礼佛呢？108遍。就是每个人就是所有参与都要念是吧？你就叫他念。啊，就是请花这个人念，嗯、教插花这个人念。我已经跟护法神讲了，跟其他的人学插花的没关系，就跟他有关系。我叫护法神叮嘱他了，你就试试看。他要是我告诉你，他要是在两个月当中不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业障把它消掉的话，我告诉你他马上出事。白花还不知道啊，死人才用白花呢。对对对对，是就是白色的纸就能花瓣在擦着，在一层层在擦。他全部拿着，他全部拿着这个菩萨的钱，他拿着人家的钱在开始开玩笑，他拿着花肯定用了再用，用了再用，嗯。嗯、听不懂啊？嗯嗯嗯，哦，知道了。或者就是说，人家买花的人给他回扣，人家就给他那种用过的花。你知道很多花店怎么死的吗？专门到人家火葬场去把那种花拿过来，加加减减再去卖给人家，突然之间死掉了。嗯，很多的。很多这种花的人，花是很纯洁的，被他这么一搞的话，你不走人呐、啊，才怪呢。哎、嗯、呀，好了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这么修佛真要如履薄冰、啊。对了，对了。哎呀，这句话是讲的对的。真的要如履薄冰，一点都要小心。对了。特别用大家的佛友供菩萨的，真的。开玩笑了。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，人家是供菩萨的，护法神都看见都听见，菩萨都知道。你拿这个钱你自己去做自己私人的事情，你不要下地狱的。对啊对啊，好，我知道，要一叫同学他们好好唱，哎，念礼佛108遍。